现今世代有好多奴才甘愿服侍主子，为求令到主子嘅生活过得舒适。但人类系几时开始咁热衷于养猫狗呢？可能真系要多得今日嘅主角啦。大家好，欢迎嚟到热度三分钟，我系 AI 扮嘅善儿，今日要教大家用三分钟去整呢一段片。首先要入去 AI 对嘴影片生成器 Hagen 嘅网址，揿中间粒掣，在主页度求其揀个中意嘅人物，善儿就揀咗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博学家达文西画嘅蒙罗丽莎。想整一段片有两种方法，今次善儿会用自己把声去配音，所以就揿第二粒掣上传预先录好嘅声。大家好，我系 AI 扮嘅善儿，今日要教大家用三分钟去整呢一段片，咁就整好啦，系咪好简单呢？你都可以整个 AI 扮嘅自己。本集完，冇问题就可以揿右上角嘅提交掣。如果系用紧来宾去整住段片先，这个时候就要打翻自己嘅电邮登入，或者系好似善儿咁传送验证码去电邮度注册账户，搞掂就揿下一步个掣，跟住设定密码。留意翻未提交前嘅预览模式系唔会有 AI 对嘴嘅效果住。成功登入之后会再有一个提交确认，揿右边粒掣提交就可以啦。留意翻新用户会有一个试用嘅限额，可以整到两段唔超过30秒嘅片，或者系一段唔超过1分钟嘅片。提交完条片大约要等30秒到2分钟先会捞完，喺主页度揿翻入去啱先整好嘅片就得。而家可以睇下效果啦。大家好，我系 AI 扮嘅善儿。今日要教大家用三分钟去整呢一段片，咁就整好啦，系咪好简单呢？你都可以整个 AI 扮嘅自己。本集完。善儿老实讲，丽莎真系唔系好对到嘴咯，除咗个原字，一于试下第二个人啦。今次善儿就想用 Hagen 提供嘅人声去整揸不癫佬嘅介绍片，除咗自己提供音源，另一个整对嘴影片嘅方法就系直接贴上文字，再找想要的人声配音。几经辛苦，善儿终于揀了一个伯伯去做门面。之前段片全程都是善儿配音，今次善儿要揀一把男声去做旁白。现今世代有好多奴才甘愿服侍主子，为求令到主子的生活过得舒适。如果可以得到欲求不满作为例就更加爽皮。但人类是几时开始咁热衷于养猫狗呢？可能真是要多得今日的主角啦。除了不懂讲个长字，其他都还可以的，那就惨了那一句啦。记得要揿多一次个播放掣，确保它有更新到。留意自己有没有用爆了试用的限额，一样揿个提交掣去制作影片。一个小贴士，如果真是想要翻这句，可以试下用同音字去代替读不到的字。这段稿比较长，要等大约2分钟。这次的 AI 旁白对嘴效果不错，细心聆听以下录音，然后。现今世代有好多奴才甘愿服侍主子，为求令到主子的生活过得舒适。但人类是几时开始咁热衷于养猫狗呢？可能真是要多得今日的主角啦。那就整好啦，是咪好简单呢？你都可以整个 AI 扮嘅自己。本集完。